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大智度论里面哈，那么这一段经文有很多都是引这一部经的啊。那我们先看这个讲义第十九页啊，我们上讲到这里，各个为人悉谈这里。他说：“这个观人心行而为说法，如经中说啊。”我们讲到这里，杂业故。杂生世间得杂处杂受。好，那这个引的经啊，它注解是写的这个也难传的啊。但是其实你如果从这整个文来看啊，它这个应该也是引，也是引这部《中阿含品婆娑罗王音佛经》。那么《中阿含》就是有关业的部分，大部分都在里面啊。那我们先来看啊，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讲义第十九。第十八页开始啊，如果我们看讲义第十八页，他在讲世界悉谈的时候啊，那么他就讲佛是十语人，云何言？我以清净天眼，清净天眼啊，见此众生随善恶业使此生彼。好，那么这个啊，基本上是就是引这个，就是引这个啊，娑婆说。就引这个《频婆娑罗王音佛经》啊，我以清净天眼在这里啊，出过于人啊啊，那么这个是就是啊，它底下也有注解讲众生随善恶业使此生彼受果报啊，就是其实就这一段啊，它是简单写啊，总结来讲啊，使此生彼啊，出见此众生死时生死啊，然后底下啊这一些啊，那么。这个使此生彼啊，受果报。善业者生天人，恶业者堕三恶道啊。善业者啊生天人啊，恶业者啊堕地狱啊。然后善业者生天人，乃至天上啊，生善处乃至天上。好，那么这个是啊啊，我们说在这个第世界悉谈里面啊，他引用的。另外啊，他又他底下如平沙王言经。就是底下这个这一段其实就是平沙王言经的，那么他底下又讲啊，他前面没有讲啊，就是世界悉谈我以清净天眼，这边很明显就是引用平沙王言经的啊。那么底下如平沙王言经中说，凡人不闻法，凡人作于我。好，那么这个他就有注明平沙王言经，但是前面那个也是平沙王言经啊，那这个有注解啊，那其实是一样的，凡人不闻法，凡人作于我啊。那么他是讲到无因无我的时候啊，那么就在这里啊，愚痴凡夫不有所闻，见我是我而着于我啊。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就是这已经引两部经了。好，那再看第三个。好，那么就是我们看第十九页啊，第三行，若实无人，佛云何言？我天眼见众生啊，就在讲这个，我以天眼啊，我以清净天眼啊。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我以天眼见众生，也是引这一部的，啊，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第一个那个，我以天眼见众生，为什么要这么讲？好，现在要来讲第四个了，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得杂处杂受。好，那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样讲不太清楚。好，那么这个杂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好了啊，就是说通常啊分黑夜白夜。啊，杂业啊，那么这里啊，举个例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注解啊，这个黑板啊，只能写这样。好，那么就是说，为这里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个啊，就是通常哈、啊、黑夜啊，等一下我们再来演，它基本上就是说三恶道的果报，白夜就是说人天的果报，这是一般的说法。但是啊，这个业的分别里面啊，在业报分别经里面啊，那么它就从这个地方啊。那么再讲啊，比如说他这个生地狱，这个只是我们说的引业啊。那么引业人中
还有所谓的满业啊，那么所以这一些就变成杂业，就是人中啊，人中就变成有杂业报，作为人啊就有杂业报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那所以基本上啊，他这里说的所谓的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啊，就生在这个世间，那么得杂处杂受，就是有苦乐，有苦有乐，有烦恼有不烦恼，有苦有乐。所以他这里啊，简单讲就是什么杂处业、杂业、杂报，就是你成就身口意善行啊，这个是白业啊，不回谤圣人啊。那么正见成就，那么正见业啊，那基本上因此缘此，身坏命中必生善处啊。这个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说这个是白业啊，但是白业做人里面它又有分啊，分得比较细，就是说你短命多病啊，长寿健康啊，庄严不庄严啊，啊妙不妙色啊，这一些啊，就是这里好色、恶色，或妙或不妙啊。那么往来善处即不善处，这个善处即不善处就是啊，不善处善处啊，但是你善处的善处跟不善处里面都有啊，好比较好，比较不好啊，自己是做狗，也有比较漂亮，比较不漂亮，比较得人疼，比较不得人疼，脾气比较好，比较不好。那人也一样啊，六道里面，所以他有所谓的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啊。那么这里是所谓的隐业，这里是所谓的满业啊，就是死的时候，然后在出生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轮回的时候，随此众生之所作业啊，那么他有这样的状况啊，有这样的状况。好，那么所以这里其实就是啊第四个啊，见此众生生死死时啊，就是第四个啊，杂业报故，杂报业故啊，就是说这一部经我们看很明显的就是他这四个部分，包括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得杂处杂受啊，这里就是所谓的杂处杂受啊。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处跟受啊，那么先讲这个，就是说所以啊，我们上次有讲啊，就是说他这一部分啊，基本上都是引用这个品婆娑罗王引佛经啊。那底下有说啊，因为他以后是啊，那么可怕，恐怕他做断灭啊，那么所以啊，那么做断灭啊，那他就会啊造恶业啊，那么所以他这里也有讲啊，就是什么成就邪见业啊，那么邪见业断灭啊，也是一种邪见啊，他容易造作恶业。好，那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啊，就是说品婆娑罗王引佛经，那么大智度论这里啊讲到四悉檀，那世界悉檀跟各个为人悉檀这一部分啊，那基本上是引用这一部经的。那这一部经我们上次有说过啊，就是佛度了三迦叶啊，那为三迦叶就把三迦叶带到啊王舍城旁边的啊一个森林里面，那森林放光啊，那国王啊就带领大家都去啊，看到这个三迦叶跟佛坐在一起，那么知道三迦叶是依止佛了，因为品婆娑罗王以前是依止三迦叶的啊，就优罗频罗迦叶啊，那后来发现啊，他的师父跟着瞿昙悉达多了啊，那么后来啊，那这个佛啊，佛就为国王说法啊，一开始跟他说这个端正法啊，就是布施持戒升天啊，那这个我们现在佛教徒看来就是没有什么啊，但是其实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么他们升天的方法不是布施持戒啊，就是祷告啦、祈祷啦啊，然后类似像这样啊，那么持咒啦啊，然后念湿婆神啊啊，那礼拜湿婆神啊啊，那佛陀说，或是说苦行外道啊，那么受苦啊，那么就是一天洗三次澡啊，或是用火啊，那么他就可以消业障啊。这个在当时是很流行，其实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是佛陀告诉他，这些方法不是真的能够
升天，不是真的能够离苦得乐啊，不是啊。那么你要离苦，就是要不造恶业；你要得乐，就是要造善业啊。就世间法就是十二业跟十三业啊。那么你就是要离去十二业，那造作十三业。那么离去十二业，你就不受苦；造作十三业，你就可以得乐啊。那这个在当时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其实世间，你看世间多数的人也是这样啊。那么你要有贵人啊，你就去做法啊；或是你要打小人啊，你要去做法啊；你要富贵啊，你去迎财神，迎财神就会有钱啊；你要好姻缘啊，你就必拜月老，或是拜那个什么动物的啊，狐狸的啊什么啊。那么这样类似像这样的方法，那这个就是非因即因，这个在当时很普遍，现在还是很多了啊，现在还是很多啊。那像我们现在也有一点点，像佛教徒也有一点是这样的非因即因啊。比如说你生病，那么你去念药师佛、念药师咒，然后病就会好啊。那跟当时婆罗门教啊，就是这外道啊，那么这个生病啊，有罪了，到恒河里面去洗澡啊，或者祈祷梵天神，或祈祷刀立天神啊，那么希望让他病好，是一样的。佛陀说不是，病有病因啊。那么你要知道。这个病因多数来自于杀生啊，那么杀生就是短命病啊，多病短命多病，所以你要起慈悲心。那杀生跟你的嗔恨心，跟你伤害众生的行为有关，不是跟神有关，不是跟神原谅不原谅你，是不是福给你有关，那么听不听你忏悔有关，不是，是跟你的行为有关。那么你必须改变你的行为，为你过去的行为就是认错改过，那不再做啊，那么你才有办法改变。那如果你造的业重，那么你还必须补偿，就是说你过去杀生业多，那么你这一生就要护身业要造的比较多；你过去偷盗业多，那么你这一生布施的业就要造的比较多啊。那这个基本上就看出你的所谓的忏悔改过，你知道错在哪里。就好像啊，你以前啊，那么吃东西不节制，吃到血管塞掉了。好，那么你现在那个会塞血管的你就不要吃，那个会通血管的你就要多吃啊，这样才可以改善嘛啊。那你去拜一个神，让他叫你，让他赐给你血管通啊，没办法啊，没办法。那么我们的佛法也是这样。那就当时很多人不晓得善恶业报的道理啊。所以佛陀为这个品婆娑罗王说，你看他们要修福报，三加社就拜火 啊，就要让那个火不灭啊。那什么时候要举行什么仪式，这个很重要啊。就好像我们有些就初一十五要吃素啊，那其他的时间就没关系啊。那就是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日子、有固定的仪式啊。那么他觉得这个要保持就比较重要，不是保持你内心的善良比较重要啊，不是那个火啊，或是那个时间，或是那个声音，那个什么啊，不是啊。那么这个佛陀在当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虽然是这样，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多数也都跟外道一样，真的。你好好想，你现在这个因，你现在造作的这个方法啊，就是八正道，你现在这个方法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方法？那么什么叫做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方法呢？你这样受苦的因，就是你这样的问题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啊？根本原因在哪里啊？那你要把它找出来解决它啊。那么你比如说你的身体是因为缺钙所以得骨质疏松，那你一直吃饭你也改善不了骨质疏松啊，你只是解决饿，不是解决骨质疏松啊。所以你要看怎么样东西富含钙，那么你又要能吸收，那要这样，那你要避免再让骨质疏松，其实就是这样的方法而已嘛。那一样善恶业也是这样啊。那么所以啊，他就跟他讲啊，讲十戒升天之法啊，这个是我简，他原文不是这样啊，大概我简说了啊，但因为他蛮长的啊。那么先跟他讲啊，那么有些人听了也不欢喜啊啊，端正法啊，就是十戒升天之法了，布施、持戒、升天啊，一般的人嘛啊。然后后来再跟他讲，看他对这个哎相信了，欢喜了啊，再跟他讲什么解脱法啊，那么无我啊，那么讲了无我之后啊，那么很多人就有疑问了，那如果无我，那谁在受苦
谁在受乐，谁在解脱，谁在轮回啊，就会有这种问题了。那佛陀就开始讲啊，愚痴凡夫不有所闻啊，这个上次我们讲了啊，见我是我而着于我啊，就是这个是这里啊引用的啊，然后就开始讲啊，为什么啊，就是其实啊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但是你看到众生有众生生死，有众生生死，但没有实在的众生，有众生在生死，为什么啊？因缘和合啊，因缘和合就有众生，因缘不和合啦，众生就没有了啊，所以啊，法生法灭啊，其实是这样而已。那佛陀说有众生生死，并不是说实有众生在生死，有这个生死的现象，但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啊。但是这个因缘和合的众生，没有一个神我、梵我啊，那大我那个众生啊，没有。那见到这些众生啊，那么因为我见我爱啊，那么所以生死相续，所以才说啊有生有死。那并不是说实在有一个众生在生死啊。那你说那无我，那怎么会有生死？啊、无我那怎么那生死的是什么啊？生死的就是因缘和合的啊，因缘和会啊，所以就有生有死。那么我以清净天眼啊，就是他其实就是慧眼啊。那么见到众生啊，那么死时生死，好，这个我们讲过啊。这个其实就是这里的杂报业故。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擦掉。如果大家有讲义啊，可以看到63页啊。他说：“福德因缘故生天上啊。”他这里就讲到：“若世间之诸众生，业因缘故如循环啊。”就在讲这里。世间的众生，因为业的因缘，所以循环啊。好，就是死时生死，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啊，那么而生天上或地狱。善处或不善处，这个是后面的解释啊。因为众生所作的业而生善处跟不善处，生死啊到善不善这个地方啊，这里就是这里。世间中诸众生，业因缘故如循环啊，就是轮回啊。那么这里讲福德缘故生天上，好啊，这个是自论见乐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说。他这里说到啊，福德缘故生天上啊，那前面其实就是在讲这里啊，福德缘的原因，因为有福德的原因，所以生天上啊，也是在说明这里啊。好，那么业杂业因缘故人中，好啊，这里就讲到了杂业。那这个杂业，等一下我们来说。那这个是在《大智度论》里面啊，那么卷二，另外在卷94啊，好，他这里讲到底什么是杂业啊？等一下我们再来对照啊。那我们说这个经中说，这个经其实就是《品婆娑罗银佛经》啊。好，那他说啊，《大智度论》是这样解的：杂报业故。杂报其实是因为杂业，杂业得杂报了，所以杂报业故，杂业受杂报了，其实是这样啊，就杂业因缘故临终啊，临终是杂报啊，等一下再来说啊。那么杂报业故，杂生世间，这个是大智度论的，得杂处杂受。我们说杂处杂受啊，其实处是一种心所啊，那受是一种苦乐啊，那其实就是这里啊。那么或妙不妙，好色恶色。啊，或妙不妙，得杂处杂受啊。那自论见舍啊，杂业因缘故生人中。好，那么另外啊，类似像这一段话啊，诚实论也有引用啊。他说啊，诚实论见三，这个是自论的，他是这样说啊，也一样，杂起业杂受生，起就是造作的啊。那么起或造业啊，杂起业，杂受生啊，就得杂报啊，得杂报啊，杂受生，受这个果报生。那么杂生世间啊，他同样引用，就是说诚实论有一些经引用的跟大智度论一样啊，杂受生，只是他的顺序有一点不一样啊，其实是一样的啊，杂生世间，杂生世间啊，得杂处，得杂处。得受生啊，杂起业，杂起业基本上是啊杂处杂受，起或造业啊，那么杂受生就杂受果报，杂报业就杂受生啊，基本上是这样。那诚实论也有用，但《大
大智度论没有详细解释，成实论有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我们就引成实论来解释这个啊，杂处杂说。好，等一下。那卷94啊，在讲到这个杂业，杂是什么意思啊？那通常杂有几种说法啊？那好，那么智论卷24啊，卷这个是卷二十四，智论也是智论，它是卷24，他这么说啊。他说：“不敬业因缘故，受恼报。”就是业基本上怎么分啊？有分两种，有分三种，有分四种啊。那因为我们要先知道，那业怎么分，才知道杂业怎么说啊。其实是这样啊，不敬业因缘，就是他讲啊，不敬业因缘故，受恼报。不敬业因缘故，因为造作不敬业的原因。就受苦报，受恼报，苦恼报。啊，这个在《大智度论》卷24。啊，那么敬业因缘故受无恼报。如果是敬业，啊，因缘故受什么？受无恼报啊，就不苦。啊，苦，啊，无恼，不苦恼。啊，那恼基本上都是心所的问题。说无恼报，苦恼，恼是心的烦恼啊，痛苦。好，当然另外他在讲啊，杂业因缘故受杂报。好，那现在这里又讲到杂业，杂业因缘故啊受杂报啊，这里因为这里有杂生世间杂报业啊，受杂报。在《大智度论》，杂的意思有两种。啊，有两种意思，啊，一种人中就是杂业，一种是阿修罗是杂业。那为什么这样分呢？因为有隐业跟满业的问题啊。我们再来讲，那么卷94啊，卷94，智论一样是智论卷94啊，因为我们只有第一本讲义而已啊。如果我们有很多本就可以来翻啊。那么卷94里面说到啊，他讲四种业。那这四种业在这个《华严经》里面也有啊，就四种业。那它是这样分啊，它是黑业是三恶道，从六道里面来分啊，六道里面来分黑业、白业啊是人天啊，黑就是恶业了，白就是善啊，是人跟天啊。那就是世间有大概有这些，那黑白业就是杂业，黑白业就是杂业啊。在论书里面啊，讲到黑白业。或是经书里面讲黑白，基本上都是杂，黑白相杂，就是掺啊。啊，那我们人其实是杂业，就是有善有恶啊，就是没有那么善，也没有那么恶啊。那带有善业跟恶业，掺有善业恶业啊。那么这个叫做黑白业啊，经中一般叫做黑白业。那么这个是什么？他说是阿修罗啊。当然这个是后来的说法啊，早期讲五道，后来又讲六道。那大智论里面有时候讲五道，有时候讲六道，啊，那他就是在那个部派，啊，那阿修罗是独子部啊，那么在别立出来的，后来就很多人都有也都认同这样啊，就有时候讲六道啊，那有时候早期的时候讲五道，那大智论龙树菩萨刚好在啊，那么过去跟现在，过去跟这个现在啊，就是当时啊讲六道，五道跟六道啊，他那个时候在。推出六道就是部派啊，部派之后才有大乘嘛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啊，所以大智论有时候讲五道，有时候讲六道啊。那这里就讲六道了。他说黑白业是阿修罗道啊，他是这样分的 啊。那么三恶道是黑业，这个人天是白业啊，阿修罗是黑白业，还有一个什么业啊？还有一个就是。不黑不白业啊，不白不黑业了啊，不白不黑，不白不黑是什么啊？就是没有业了啊，就是也不是白业，也不是黑业，是什么业？无漏业。所以这里都是有漏业。所以龙树也曾经说过啊，不是在经论里面有说，所有的业应该在论书里面啊，就阿毗达摩里面有说，所有的业都是杂染业，有漏业都是杂染业。啊，因为部派里面讲杂染，
布派里面讲杂染是讲到三种杂染啊，阿毗达摩里面都讲三种杂染，一个是无明啊，那就是烦恼，烦恼杂染，烦恼杂染，有烦恼就是杂染，杂有烦恼啊。另外啊，一个就是烦恼，烦恼杂染啊。那业杂染，善恶业杂染，那都是有漏业，善恶业都是有漏业，它是杂染。果报杂染，六道都杂染，六道都是杂染业啊。所以惑业苦，烦恼，烦恼造业，因业受苦啊。那么从胜义来讲，这边都是杂染，这边都是杂染，但是啊，但是也有，就是说从根本来讲，从根本来讲啊，烦恼杂染，业杂染，身杂染，就是果报杂染啊。那么所以六道都是杂染啊，就是从根本来讲。那么从差别来讲啊，可以讲啊，有漏业跟无漏业。那么这个不白不黑就是啊，四双八倍，从须陀洹到阿罗汉四双八倍啊啊。那么这个是不白不黑业啊，就是圣的了，无漏业的了啊。那么这个又啊，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杂业基本上如果这个大智度里面这几讲的杂业，如果是依这个品婆娑罗王云佛经来说啊，基本上就是啊，那么身为人啊，或是在六道里面好生死好时啊，好色恶色妙不妙，身为人啊，那因为他这里讲杂业故，杂业因缘故生人中，所以基本上是指这个意思啊，跟卷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那这里讲的杂业受杂报啊，那么这里讲的这个人天是白业，黑白业是阿修罗道，是杂业啊。那这个是另外一种说法啊，是就是对应这个般若经里面的啊，他这样说的。那布派也这样说啊。好，那这里是讲到所谓的杂业，那我们还要引用啊这个诚实论的啊，我们把这个擦掉好了。啊，大概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引用这里的生死好蛇好蛇恶蛇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他就在讲这一段。好，那因为大智度没有解释这一段，但是诚实论有啊，所以我们就来稍微，但是他们引用的都是一样的。你看啊，那么杂起业杂受生杂生世间，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得杂处杂受啊。那杂处杂受，杂处杂受，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啊。这是杂这个杂起业啊。因为处是心所，处是心所啊，受也是，就是烦恼，那就是布派里面讲的啊，烦恼杂染。那这里啊，这里讲到这个诚实论，好，诚实论有解释这个杂业啊，杂生人间啊，他说。啊，他后面的结论是人道中有如是等种种不同，故知是杂业报。啊，后面的结论 我们先说，然后我们再来讲啊，他说了些什么啊？诚实论卷八，这是卷三啊的卷八。啊，他后面的结论是，我们先写结论，人道中有如是等种种不同，这是他后面的结论了。那前面他就在讲啊，哪些种种不同啊？故知是杂业报啊，人是杂业报啊，人是杂业报。啊，那就是这里讲杂报业，那一样，杂业受杂报，有业有报，故知是杂业报。啊，所以诚实论在这一部分跟大智论的引用啊是一样的，但因为大智论没有详细解释啊。那么中阿含里面啊，善恶业报分别经里面啊，他就详细解释这个。那诚实论里面也详细解释啊，故知是杂。业报啊，他是写杂业报啊，杂报业是一样的啊，物质是杂业报。好，那他怎么说呢？啊，他说杂善业故生人中啊。好，这个是他的结论啊。那他前面讲啊，杂善业故生人中啊，他其实这样啊，以布施、持戒、修善等善者升天。他说以布施。就是布施持戒升天之法嘛，布施持戒修善啊，这里就修十善，修善等善业等业啊，
上者升天，中者升人中啊。那么十三页比较圆满的升天，那么比较不圆满啊，其实就是杂有恶业的了啊。啊，上者升天，那么中下者升人中。那么这个是他所谓的杂啊，就基本上就是杂有恶业啊，那也可以讲杂有善业，其实就善恶业相杂了啊，都有了啊。那么他就讲啊，如经中说啊，所以他引的这个经啊，其实跟大智论引的经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啊。那这部经照他的解释来讲啊，基本上就是啊，那么善恶业报分别经，那善恶业报分别经其实就是从啊，类似就是在从这个。品波娑罗因佛经啊，就是众生十此生此，那么轮回中啊，那么有妙色啊或不妙啊，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啊，那么这一些啊，那么再分的，那么从众生的果报业报里面再分啊，那么这个我们说六道轮回它叫做引业，六道轮回是引业，生人生天，生人生天堕地狱，这个叫做引业，引生六道的。啊，那么比如说你引业，像我们做人是因为我们有人的业引业，这个是引业啊，引申到六道的啊。那么人中是男是女啊，那么我们说好命不好命，好看不好看啊，好受不好受啊，类似像这样，说长得庄严不庄严啊，身体好不好啊，寿命长短啊，那么家里的经济状况，父母好不好，兄弟姐妹好不好，邻居好不好，这整个状况啊，其实是满业。人中啊，或妙不妙，或善不善，好色恶色，这个就是品波娑罗因佛经里面的啊，这个是满业，这个是满业，啊，圆满不圆满啊，我们叫做满业。那通常主要就是这两种业，隐业跟满业，啊，那满业、隐业、满业可以随时变化，隐业没办法了，你做人就是做人了，要等到人死了你才升天，啊，那么你可以做人过得这样天上的日子。你可以做人过得像畜生的日子，你可以做人受着像恶鬼的果报，但是你要等人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到变成另外一个果报身。但是满业就不一定，满业随时会变化啊。那么你可能贫穷，但是经过你努力之后啊，你变富有；你可能生病，但是经过你努力之后，你变健康；你可能本来很富有，但是你挥霍啊，你浪费啊，你悭贪之后，你会变贫穷啊。你可能很健康。啊，但是因为你不珍惜啊，你这个过度操劳啊，或是熬夜，或是你去造作恶业，那么你可能开始会生病啊。那所以他这个会变化啊。那么这个是引业跟满业。好，那我们来讲，他说如经中说，他引用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如果我们把它做对比了，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所在论述的，跟大智论是一样的啊。那么如经中说。那杀生者短命啊，他讲了很多了，但是我们简单讲啊。那么有关业的论述，大部分在中阿含，北传的中阿含都是大概讲有业的啊。杀生者短命啊，那么盗窃者贫穷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善恶业报差别了啊。那么比较详细的在三德业报差别经里面，就是张阿含里面有很多种类似像这样的经，那也有单行本啊，就是这个盗窃者贫穷那么邪淫则家不增粮啊，基本上都是从杀盗淫乱开始说了啊，邪淫啊，然后对在家的说比较多啊，邪淫则家不增粮啊，因为这个世界升天之法都是对在家人说比较多啊，邪淫对世间的人说啊，家不增粮啊，这个是从男众的方向来说了啊。那么如果是男众啊，他就是妻不增粮；如果是女众，就是夫不增粮啊，类似像这样。那么妄语则常被毁谤。常常被骗了 啊，那如果是毁谤的话啊，详细讲也可能就是
啊，比如说恶口啦，啊，那妄语也是啊，常常被骗，啊，常常被诽谤，啊，那么恶口啊，常闻恶声，常常被骂，啊，他这里讲妄语恶口，恶口则常闻恶声，常常被骂啊，这个是常常被骗啊，常，那么恶口则常闻恶声。好，他写了很多了，我们就不用全部写了啊。那么包括啊，你悭贪啊，那么你就容易啊贫穷，嗔心就容易丑陋啊。那么讲的非常多啊，那么善不善都有讲啊。那所以最后啊，他说啊，那么啊，这个卷三啊，那么他最后就说啊，等等等等等等啊，就讲到这里。人道中有如是等种种不同啊，即使是人，即使是人，那么也很多满业的差别非常不同啊，富贵贫穷啊，那么这些有种种的不同。那么这个在好，这个在三恶业报分别经里面他就这么说啊，好啊，他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啊，这个写的详细非常多了哈，我们就不写了啊，是这样讲。分别善恶，分别善恶报应经，卷一，啊，就佛跟长者讲啊，出家长者啊，佛告长者，这个一切有情造种种业，啊，这个要就是对照我们刚才看的《频婆娑罗蝇佛经》啊，其实是一样的啊，啊，就是这里的杂起业故，起或造业啊，就是这里的杂起业，啊，那所以很明显的诚实论是在说明这个善恶业报，那善恶业报。那比较详细的说法就是说它是对，所以佛说的比如说《蝇佛经》那个啊，这个往生六道，然后或妙不妙，或善，就是妙不妙，好色恶色，这个在做详细的说明的。好，那一切有情造种种业，起种种祸啊，起祸造业，起种种祸，因为起种种祸才造种种业啦，就是啊，这个阿毗达摩里面讲的啊，这个烦恼杂染，先有烦恼杂染，才有业杂染，先然后再有身杂染啊，就三杂染啊。大毗婆沙论里面啊，或是说这个阿毗达摩里面讲三种杂染，就论书了啊，他讲到三种杂染啊，我们学一下好了，三杂染啊，因为《写释地论》里面也有啊，三杂染啊，三杂染一个就是烦恼杂染。一个是什么业杂染啊，接下来我们叫做祸业啊，这个苦是身杂染啊，就是众生啊，受六不同的众生，不同的业受不同的众生，因为不同的烦恼造不同的业，因为不同的业受不同的果报啊，就是不同类的众生，六道众生。好，一切有情造种种业，起种种烦恼啊，他说起种种祸啊，我们照他的原文写，造种种业，起种种祸。众生业有黑白，果报乃分善恶，讲到黑业白业啊，就善恶业了。黑业就是恶业，白业就是善业。果报啊，就是这个身众生啊，乃分善恶，就是三善道、三恶道啊。黑业三途受报，白业定感人天啊。这里就讲到五道而已，黑业三途受报啊，三恶道了，白业定感人天。但是这个身杂染，这个是从隐业讲，这个是从隐业讲。啊，定感人天，啊，所以，但是人都是黑白相杂，他虽然是以善业为多，以善业为多啊，白业定感人天，但是啊，人也有受苦的啊，就是刚才讲啊，短命多病的，长寿健康的，贫穷卑贱的，富贵尊荣的，那不一样啊。那么这个跟满业有关系啊，所以还要仔细分。那么这里讲的是隐业啊，就是从隐业来讲，人是白业。白业比较多，善业比较多的啊，但它不是纯白业啊。那三恶道也不是纯黑业啊，纯黑业一般在地狱里面基本上多数是纯黑业啊。好，那这个定感人天，然后说到啊，又业有分现，命乃短长啊，就讲到这个啊，我们把这个擦掉。他要讲啊，因为业有差别啊，所以。这个讲到隐业啊，他底下又讲又业有分现，啊，就是有不同啊，差别不同，所以
啊，即使是一样做人啊，你看他是白夜黑夜啊，那不一样。比如说一样布施，一样布施，布施是白夜吧？但是不一定，他可能善中有恶。他拿一块钱，比如说他拿100块钱布施给这个，布施给这个乞丐，然后请假来照相，然后宣扬他做善人，然后他再用这个名声照片啊，然后去骗吃骗喝啊，类似像这样。那他这个善业里面就有恶业，那比如说恶业里面也可能有善业，比如说他父母生病啊，那么没钱看医生，他去偷药来给他父母看病啊，不然他父母会死。恶业中有善业啊，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啊业有分现啊，所以他这里又讲到隐业满业的问题，业有分现啊，那命乃长短啊，所以有长命短命啊，命乃长短。啊，有长寿有短命，啊，那多病少病，啊，那一样长寿，啊，活到120岁，那很多人一直在生病，啊，很多人很少生，有一些人很少生病，啊，那举的例子就像伯居龙，伯居龙他的母亲后母把他丢到火里面，把他丢到水里面，他怎么样都不会死，也怎样不会受苦，啊，无不死，啊，长寿健康，啊，那类似像这样，啊。那么命乃长短，多病少病，啊，那么端严丑陋啊，长得好看不好看，啊，详细说啊，就是《三恶业报分别经》里面说的丑陋，啊，我们把这个写完就好啊。那么富贵贫穷，聪明智慧，愚痴安顿，啊，富贵啊还是贫穷。啊，那么智慧还是愚痴啊？他说愚痴暗顿了 啊，然后我们简单写就好啊。愚痴是智慧还是愚痴？是富贵还是贫穷啊？那么所以啊，他讲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所谓满业啊。那这里就是所谓的人中杂业报，但是就是现在的杂业有两种，一种就是指人，一种。就是指阿修罗啊，那这个是特别说的啊，从六道里面说的。那么杂业基本上是指人，以我们人里面啊有杂业啊有杂业。那卷94里面啊讲到杂业是指阿修罗啊黑白业啊，但是这个是从分用业来分配六道，从隐业来讲，从隐业来讲啊，这个业是隐业。那从满业来讲，那么基本上就是人中，其实就是杂业报人。所以他这里讲人道中有如是等种种不同，当知是杂业报。好，那这里就是大智论讲的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得杂处杂受。那么基本上可能就是这部经，可能也可以是啊善恶业报分别经，分别善恶报应经啊。那但是它的根本就是说，它应该就是从啊，因为照大智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如经说，那么基本上就是指前面那部经。啊，有很多啦，就是因为他前面都讲过了嘛，啊，那么所以他也可能就是《品波娑罗因佛经》里面，那么生到人中或妙不妙，啊，好色坏色这一部分。好，我们先下课。